今天这个路上车还是很多的，车来车往，川流不息。过去给你们拍下这个车流。还是很多人出行的。小燕出行，这年头啊，骑共享单车，你得戴头盔，安全第一，不戴头盔啊，是会被罚款的。扣不扣分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啊，很多人没有驾照，没有分扣，估计只能罚款了。前面是个路口，简单在路口拍一下。什么鸟在叫？真香鸟，有这种鸟吗？好的，这里啊就是路口了。